第601集血丹。杨艳喃喃说道，原来血突3000里的地点是楚州城。畜生！突然一声暴吼，大理寺丞跪倒在地，泪水汹涌而出。楚州38万人口，38万条怨魂，纵观大风600年，未曾有人做出此等暴行。本官要回京弹劾怀王，至死方休。他握拳用力地捶打地面，啊的一声嚎啕大哭起来。刘玉石嘴皮子颤抖，他怎么敢，身为大封亲王，他受北京百姓爱戴，受百姓奉养，他如何能对这些无辜百姓下手啊？怀王死不足惜，死不足惜！陈捕头双目赤红，握着刀的手不停颤抖。杨艳看着他们微微动容，这些文官油滑鬼祟，最爱勾心斗角，但他们并非彻彻底底的道德沦丧，内心还有着圣贤书熏陶出的情节，既坏又好。陈捕头咬牙切齿，怀王他究竟是想做什么？可能要晋升二品，这是我的猜测。晋升二品，大理寺丞、两名御史以及陈捕头吃了一惊。如果怀王真的借此晋升二品，那即使我们把此事曝光出去，上书弹劾，皇上会降罪吗？出宫里能处置怀王吗？二品武夫是什么概念？大奉已经300年没出过二品武夫了。放眼九州，二品武夫都已绝迹，至少北方蛮族、妖族是没有二品的。怀王若能晋升二品，那么屠城还是罪吗？就算是罪，谁有能力惩罚他？恐怕陛下和诸公只能捏着鼻子认下来，而一旦陛下和诸公妥协，就算是监政，也只能以大局为重，用38万百姓的性命换一位二品，值吗？非常值。刘御史深吸了一口气，怀王若是晋升二品，我便血溅金銮殿，以死明志。陈捕头沉声说道，没人能阻止他了吗？北境谁能阻止朕北王？杨艳摇头，北境之中还有谁能比朕北王更强？没有了，谁都无法阻止朕北王，楚州没有人能成为朕北王晋升的绊脚石。谁都不行，师团不行，江湖武夫不行，他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镇北王晋升。陈捕头突然说道，我突然惋惜许七安实力不够。等众人看来他自嘲，以前我嫉妒他在佛门斗法里名传天下，嫉妒他在天人之争中力压道门杰出弟子，大出风头，可我现在只恨他修为不够，因为如果是他的话，绝对不会坐视不理，甚至现在已经对怀王拔刀了，对吗，杨金罗？众人齐刷刷地看向杨艳，杨艳有些恍惚，不知想起了什么，他窥探的语气说道，魏公说过，他最大的缺点就是逞血气之勇，不管是当初刀斩上级，还是在云州独挡叛军。是啊，那个男人是个滚刀肉，是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痛恨他的文官们常说，此人迟早会为他的脾气付出代价。
可是有时候却正是这样的人成为他们心中的救世主，成为他们希望在某些时候振臂一呼的那个人。刘御史喃喃说道，先皇他错了，如果大奉真的有一位护国神将，我觉得是徐吉安而不是怀王，可惜他还稚嫩，尚未成长起来。大理寺丞露出恶狠狠的表情，本官现在围运满族破城，斩了镇北王，如果大奉无人能阻止，那就让满族来吧。血丹，青色巨人望着城内天空，望着那一团巨大的血球，眼里闪烁着贪婪之色。以数十万人口的生命精华炼制的血丹，对于强化自身的武夫来说是冲关的大补药，即使无法冲关也能让实力百尺竿头更进一步。这枚血丹得手，他就有把握在一家子内晋升二品。而如果血丹被镇北王得到，对于蛮子来说意味着边境多了一位二品武夫，已经不是眼中钉肉中刺，而是致命的威胁。山海关战役后，蛮族的二品高手陨落，中高层强者也损失惨重，北方妖族亦然，原本有两位三品，而今只剩一条主角。北方妖族和蛮族联盟急需一位二品高手的诞生。来得恰到好处，镇北王，你这血丹是专门为我做的嫁衣吧？吉利之谷大笑，镇北王嗤之以鼻。哼，你没这命。两人说话的同时，刀刃不停碰撞，每一次短兵相接，半空都宛如惊雷炸响，冲击波连绵不绝，让城墙上的士兵、城下的骑兵误以为自身海啸之中，稍有不慎就会死于三品强者交战的余波中。破城！吉利之谷咆哮一声，两丈高的青色身躯跃起，地面轰的一声坍塌出直径数十米的深坑。空中的青色巨人把堪比门板的巨剑高举过头顶，嗤的一声，巨剑击射出数十丈长的刀剑，豁然斩下。这道擎天剑罡宛如开天辟地，它斩落的瞬间，城墙上的士卒、城墙下的蛮族骑兵双腿战战兢兢，失去了战斗力，能站稳便已是豪杰。这是对力量的畏惧，最原始的畏惧。墙体发出砰的一声，碎石击射，崩开一道始于城头终于城下的裂缝。给我破！吉利之谷大吼一声，剑罡气息再强几分，轰隆隆的，城墙再也支撑不住，出现小规模的坍塌。不幸身在那一段的士卒惨叫着坠落，被碎石埋葬。杀进去，夺血丹！蛮族骑兵们士气大振。城头的士兵搬起准备好的雷木、巨石、箭矢，居高临下的攻击，阻扰蛮族冲击裂口。另一边，赤红色的巨蟒见到血丹在天空凝聚，瞬间发狂，独眼射出一道道金光，冲击城墙法阵，打得墙体不断崩裂。妖族大军却陷入了困境，他们不但要面对来自城墙的攻击，还得面对死去同伴突然挺尸痛击队友的操作。真狠啊，为了这门血丹屠杀整座楚州城，镇北王比我狠多了，我不敢这么干，我北方妖族数量有限，舍不得。巨蟒口吐人言，发出嗡嗡的冷笑声，
他似乎并不着急，保留着战力，持续轰击城墙法阵与暗中的巫师纠缠。第602集，黑脸。随着时间的流逝，天空中那团血球没有继续扩大，反而在浓缩，体积越来越小，血光却愈发浓郁。一股股强横的元气从中溢散，咕嘟一声，杨艳吞了吞唾沫，扬着头，只觉得那是世间最诱人的东西。陈捕头等一群习武之人同样如此，眼巴巴地抬头看着。反而是普通人的大理寺丞和两位御史没有任何异样，但他们警惕地后退了几步，因为杨艳等人此时的表情就像寒风里的恶狼，那垂涎欲滴的眼神，那透着狰狞和渴望的脸色。杨艳心里涌起无法自控的渴望，渴望得到血丹，渴望吞服他。他正要付出行动，忽见几道人影腾空而起，不顾一切地扑向血丹。他们身影刚一靠近，便迅速地化作枯骨，精血被血丹吞噬。杨艳如梦初醒，浑身一颤，明白这不是他能谋夺的东西，贸然靠近只会招致无法挽回的后果。杨艳吼道：别看地下头！身影宛如雷霆，炸在使团一众武者耳边。陈捕头等人豁然惊醒，低下头不敢再看。就在这时，一阵银铃般的笑声响起，回荡在楚州城每个角落，声音带着强烈的魅惑，让人忍不住心生爱意，渴望去寻找它的源头。不管是守城的士兵，还是攻城的蛮族，亦或者城中活着的江湖人士，但凡是男性，统统抬头看向天空。一道飘渺的人影从天界走入凡间，他美则美矣，魅惑却更胜一筹。风拂动他的秀发，撩起他的衣裙，飘飘欲仙，如同九天之上的仙子，一步步地踏入凡间。世上竟有如此风华绝代的女子，男人们心里不约而同地浮现出这个念头。白衣飘飘的仙子踏空而来，声音娇媚软糯，具备魅惑，如同情人在耳边低语，却传遍所有人的耳畔。多谢镇北王为本国主做的嫁衣。讲得好，镇北王，你以为我要破城吗？我只是在逗你玩。吉利之谷挥舞着巨剑，像打苍蝇似的攻击镇北王，后者同样不让分毫，明明显得非常渺小，却爆发出可怕的怪力，正面硬刚，不输青色巨人分毫。真是个美人呐，如果能抢回部落当夫人就好了。吉利之谷一边与镇北王激斗缠住他，一边眯着眼望着城中美若天仙的女子，看着他坐收渔翁之利。你一介武夫如何瞒过我等？早知道你有帮手，为了确保万无一失，我们邀请了万妖国的国主。嘿，你这城墙可防不住九尾天狐，夺走你的血丹，我、他还有煮酒平分。是吗？镇北王嗤笑。哼，那你为什么不想想，城中大阵是谁画的呢？北城方向，双目赤红、受巫师操纵的大凤氏族妖兵突然僵住，仿佛提线木偶失去主人。想走？煮酒见状，额头树眼骤然射出一道乌光，这道乌光并没有实质性的杀伤力，因此穿透了城墙法阵，打在了城中某处虚空。
那里一道身影从隐匿状态跌出，裹着黑袍，戴着兜帽。他没有遭受伤害，但被乌光一照便浑身僵凝，如坠冰窖，思维和行动变得缓慢。这让黑袍巫师没能及时阻止白裙女子摘取胜利果实。云海之上，白衣飘飘的人影站在云端俯瞰下方的楚州城，他面容模糊，身影仿佛与周遭云雾合二为一，站在那里不动，很容易被人忽略。他的存在感和容貌一样模糊低调，似乎不在这个世界。屠城之后，将魂魄封回躯壳之内，以秘法维持肉体生机，而后以整个楚州城为丹炉，以生灵精血和魂魄为料，大丹炼成之前一切如常，以巫神教秘术干扰天机，以城中大阵维续气数。好一招瞒天过海之术，好一个灵慧境巫师。整个城就像是一个丹炉，蕴含38万人精血的灵丹炼了整整一个月，终于接近成功。术士是炼丹的行家，如这般旷世大丹炼一个月并不奇怪。见到城中异象的瞬间，本就擅长谋算的术士立刻明白前因后果。镇北王和巫神教勾结，后者助其炼化精血瞒天过海。镇北王的目的很明确，吞噬精血，把修为推到三品大圆满，而后夺取王妃灵韵，晋级二品。那么巫神教谋划的是什么呢？白衣术士恍然，是煮酒啊。大风与巫神教有历史夙愿，但因为东北各国以人族为主，且东北物产丰富，既能狩猎又能耕种，虽然因为人口增长问题有一定的侵略野心，但总体还是偏向安居乐业。大凤亦是如此，所以等闲不会开战，边关摩擦不断，大规模战争却没有。反观与东北疆域接壤的北方妖族，具备极强的侵略性，以及嗜好吞噬人族，经常入侵边关，侵略城镇。助镇北王晋升二品，而后结盟，双方联军北上杀煮酒。不过现在，他自己来了。白衣术士忽然皱眉，不对，这阵法非巫神教所为。白裙女子伸出手探向血丹，就要摘取胜利果实之际，异变突生。下方一朵笼罩数十里范围的黑色莲花浮现，继而徐徐绽放，莲花流淌着黑色粘稠的液体，每一朵花瓣都象征着堕落和邪恶。白裙女子身子一僵，指尖沾染一层墨色，并迅速蔓延。白嫩的藕臂染上漆黑丑陋的颜色，她双眸不受控制地变红，顷刻间从飘飘欲仙的谪仙子变成了丑陋邪异的魔女。白裙女子身后，一条蓬松巨大的狐尾冒出，接着第二条、第三条、第四条。每一条狐尾出现，漆黑就褪去一分。九尾巨现后，他把所有的堕落都排出体内。九条狐尾宛如孔雀开屏，在他身后缓缓浮动。黑色莲花中央，黑色粘稠的液体聚拢，形成一道人形。这道人影由漆黑粘液组成，双眼透着阴邪之色，充斥着恶意和堕落。白裙女子眯着眼盯着漆黑人形，你是地宗道守金莲？漆黑人形淡淡说道，我是黑莲。唉，没想到你最终还是入魔了。众善因无善果，这世间黑暗永存，人性本恶，我只是顺应天时，
应运而生。白裙女子站在云端，缓缓摆动九条狐尾，掩嘴轻笑。哼，天宗道首若是听了你这番话，恐怕要先与你论道一番。哼，我已攫取世间最大的恶，与魔道更进一步，迟早有一天会统一道门，唯我独尊。哼，区区一道分身也敢口出狂言。白裙女子冷哼一声，狐狸尾巴一束扑击而下，霎时间宛如天塌了，整座楚州城微微颤抖，房舍摇晃。莲花中央，黑色人形一边抬起手，一边反唇相击。一条狐狸尾巴也敢如此猖狂。莲瓣乌光喷涌，散发着腐蚀一切、堕落一切的力量，逆空而上，阻击白裙女子。两道力量在空中交击碰撞，冲击波化作狂风，把附近的房舍推倒，把砖块和碎木卷上半空，把方圆十里夷为平地。两名顶尖高手的对决，制造出如同天灾的景象。第603集，镇国剑。客栈里，王妃坐在窗台的梳妆台，愣愣出神。那小子清晨离开，如今已是黄昏。他刚才问过客栈里的小二，这里是滨州，位处楚州腹地，距离楚州城有300多里。王妃凭借自己的聪明才智，判断许七安大概要3-4天才能抵达楚州城。这会儿还在路上，可他已经开始担忧了。怀王13天，是大凤五夫眼里的巅峰。许七安，千万别逞强。他要是死了，我……王妃忽然愣了愣，呆坐半晌，对着镜中的自己强调：“我以后可就没着落了。毕竟我只是个弱女子，身上也没银子。他要是死了，我怎么办？对，就是这样。”我是担心自己的未来。最后他轻叹一声，要惩罚镇北王啊，但也记得要回来。李妙真驾驭飞剑降临山谷，他本想随机抓几个蛮族骑兵，然后把消息透露出去，让他们回部落禀报，简单粗暴地完成情报泄露工作。可临近边关后，他惊愕地发现青岩部的骑兵大举南下，风风火火地往楚州城方向而去，而他本人险些被青岩部的首领发现，或许已经被发现，只是对方懒得理会。出于谨慎态度，他继续往北飞行，在相隔数十里外的官道上看见了那条赤红色的巨蟒，他在山中爬动，就如同一条赤红色的路。此情此景，李妙真下意识地做了一番推理，花了一刻钟，他推理出一连串的问号，然后就火急火燎地赶回来，向许七安汇报见闻。洞窟里，听到动静的申屠、百里、李汉等人奔了出来，一脸警惕，见到李妙真后如释重负。李妙真目光掠过他们，望向洞窟。许银罗呢？正布政使从洞窟里走出来。许银罗说他去楚州城查案，让我在此等待。李妙真张了张嘴，表情凝固在脸上，大概有个3秒，他眼圈陡然一红，在众人反应过来前御剑而去。臭男人，臭男人，臭男人！他咬着银牙，心底没来由的涌起委屈和恐惧。委屈是觉得他又骗了自己，虽然因为一个男人而委屈，这样的心态明显有问题，但他现在没有心情深究。恐惧则是害怕再看到云州时的一幕，那个浑身插满羽箭、拄着刀站在尸山上的身影，至今还清晰地烙印在天宗圣女心里。
查案便查案，不要冲动，不要做傻事啊。他知道许清安的性格，害怕他一如云州那般。当的一声，一刀隔开吉利之谷的巨剑，镇北王不再恋战，御空冲回城内，扑向那枚愈发凝实、散发诱人气息的血丹。溥仪接近血丹，北方忽然打来一道金光，笼罩了镇北王。他的重甲在金光中消融，他的皮肤通红，呈现灼烧痕迹。但这并不能阻止一位三品武夫前进的脚步。镇北王张开手掌，做出抓射动作，血丹朝他飞射而去。白裙女子探出手掌，扭曲的气机凝聚出一只巨大的手掌，从侧面抓向血丹，试图拦截。黑色人形双手结印，打出一道污秽邪恶的浊流，腐蚀半透明的巨掌，消融他的气机。呼的一声，当时在镇北王即将得到血丹的刹那，巨剑旋转着飞来，目标不是镇北王，而是成年人拳头大的血丹。砰的一声，血丹击射出去，嵌入地表，依旧散发静默的血光，不曾损坏。比房舍还高的青色巨人缓步走来，伸手一招将巨剑召回，握在手中。北边赤红巨蟒爬上城墙，沿着城墙的马道快速游走，凸起的女墙如纸糊般破碎，墙体在他身躯下不断崩裂，随时都会坍塌。楚州城的护城法阵破了，这是意料之中的事儿，本就没指望阵法能一直挡住三品强者。帝宗到手，万妖国新一代国主，大奉镇北王，巫神教神秘高手，蛮族三品强者，妖族赤色巨蟒，众高手汇聚楚州城，可怕的气息笼罩，让城内存活着的江湖人士战战兢兢，双膝跪地。原来还有帮手啊。青色巨人吉利之谷，铜铃大眼扫过敌方阵容，冷哼：“那巫师看起来不过三品，调兵遣将无人能及，捉对厮杀还不够我一只手打。至于这个帝宗到手，仗着污秽之力无所顾忌，但就像粪坑里的蛆，虽然讨厌，却也对我们造成不了太大的威胁。”煮酒震荡口气，发出嘶哑的声音：“巫师精血就是积累，但也聊胜于无。东北巫神教与我妖族有仇，这个三品巫师就由我来解决了。吉利之谷，帝宗手段诡谲，加之此人入魔，更加难缠。你去对付镇北王，让国主来对付帝宗妖道。”对于煮酒嚣张的口吻，神秘巫师嗤笑一声，缓缓说道：“今日一炼丹，一刀兵，一战煮酒。”镇北王突然笑了，接着煮酒、吉利之谷和白裙女子就看见他张开没有握兵器的左手，说了一声：“接。”轰隆隆的，远处城楼里一道金色流光呼啸而来，落入镇北王手中。这是一把造型古朴的青铜剑，剑脊烙印着古老的花纹，剑身裹着一层淡金色的宛如薄膜的光。青铜被镇北王握住的刹那，发出欢悦的鸣颤，似乎找到了主人。“啊，镇国剑！”吉利之谷惊叫一声，眼里闪过实质性的恐惧以及仇恨。
城墙上的巨蟒高高的昂起头颅，却不是做扑击状，而是猛地一缩，像是受了惊吓。空中的九尾女子迅速拉升高度，精致绝伦的俏脸无比严肃，凝视着镇北王手里的铜剑。镇国剑不是在大凤金城吗？他什么时候秘密送到楚州的？他精致的眉毛皱紧，眼里忌惮极浓。镇北王一手握刀，一手持剑，笑吟吟地扫视敌方高手。我既决定晋升，又怎么会不做万全之策呢？你们没发现楚州城也就罢了，本王顺势晋升，而如果楚州城的秘密被你们知晓了也无妨，镇国剑在这里等着你们。而今王妃下落不明，缺了她的灵韵，就只能从你们中的一位来弥补了。裹黑袍戴兜帽的巫师笑容阴冷，本尊今日算过一卦，大吉，不然又怎会让本尊留在此处？话音落下，他抬起手对准城墙上的巨蟒，悠然说道：死！噗噗噗的，乌林巨蟒身躯不断裂开，鲜血横流，染红了墙头。第604集，剑来。到了高品巫师，咒杀术已不需要媒介，可以作为一个百试百灵的攻法手段。当然，如果有对方的血肉毛发，咒杀术的威力会更胜一筹。乌林巨蟒吃痛狂吼，血肉炸开的下一瞬间立刻恢复原状，构不成太大伤害，但疼痛难忍。他在城墙迅速游走，猛地一跃，越过了小半个城区，扑向巫师。过程中额头树眼绽放金光，黑袍巫师无法躲避迅如闪电的金光，整个人笼罩在金光中，肢体出现消融的征兆。巫师不慌不乱，手捏法诀，于虚空中照来一道不够真实的虚影，与之合二为一。与此同时，他周身血气大涨，肌肉撑裂黑袍，化作数丈高的巨人，九品血灵，最大程度激发自身潜力，增幅程度是个人修为而论，激发血气让生命力不输武夫，激发程度是个人修为而论。五品铸技，能召唤天地间徘徊的英灵或者先祖的英灵化为己用，通常只能召集武夫、妖族和自身体系的先祖英魂，无法召唤佛门强者的英灵，召唤儒家英灵会被英灵反打一波，不能召唤初代监正的英灵，因为会被当代监正抹杀。召集道门前辈英灵可以，但会很危险，比如召来一位入魔的地宗道手英灵，或业火缠身的人宗道手英灵，从未成功召唤过天宗道手英灵。双方高品强者展开激烈战斗，打得楚州城化作一片废墟。谁都没有去夺血丹，但是都锁定了血丹，无论是谁强行拾取，会招来所有人的攻击。城墙上，一刀劈开青岩部战士的雀永修，对于镇守十多年的楚州城化作废墟，不怒反喜，毁掉它。楚州城是在蛮子和妖族手里化作废墟的，楚州百姓是在高品强者的战斗里尸骨无存，所有痕迹都会在这场战斗中埋葬，这一切与我雀永修何干呢？而他镇守楚州城，与镇北王一同奋勇杀敌，
大功一件，名扬天下，多方高手大战，余波冲上城头，士兵们稍有不慎就会死于可怕的冲击波中。杨艳率领使团已经提前一步退到城墙下，试图沿着城墙从最近的城门口逃离出去。有了镇国简这一招骑兵，镇北王占尽上风，以碾压之势在吉利之谷身上留下道道伤痕，时而还能援助巫师，以镇国简割裂巨蟒身躯。镇北王与青色巨人擦身而过，吉利之谷手里的巨剑折断，胸腹出现一道深深的剑痕，隐约可见脏器。伤口没有愈合，但金色的火焰静静燃烧，摧毁着生机。吉利之谷发出痛苦的嘶吼，主教，这回要栽了，这把镇国剑当年杀了我父亲，今日又要杀我。吉利之谷连连后退，愤怒地咆哮，喊什么喊，当年老子麾下那么多精英，不也被这凶器给斩了吗？主九暴怒，庞大的身躯在城中肆虐，恐怖的怪力根本不是巫师能抗衡，但他知道这场战争的局面对己方极为不利，甚至可以说陷入绝境。本尊不甘心，本尊还没晋升二品呢，镇北王这黄毛小儿，当年要不是有魏渊在背后给他撑腰，老子早吞他几百次了。哼，魏渊，镇北王冷笑，一个自废武功的懦夫罢了，当年本王没有起事，与他共事而已，本王需要靠他撑腰。可笑。他突然改变目标，抛弃吉利之谷，转而针对煮酒，似乎是因为煮酒的话惹他不快了。这是一场请君入瓮的猎杀，镇北王不但要晋升二品，还要斩去蛮子高手，扬名天下。楚州城38万百姓是他武道途中的垫脚石，是他登顶绝巅必要的牺牲，他们死得其所。来得好。朱九突然拧回头颅，数眼爆射出乌光，将镇北王笼罩。后者身躯骤然一僵，思维变得缓慢，手脚关节生涩。趁着这个机会，白裙女子九条狐尾迎风膨胀，宛如触手缠住镇国剑，用力拉拽。吉利之谷狂奔而出，过程中扬起拳头，拧腰摆臂，一拳轰出。这一刹那，拳头竟因速度过快与空气摩擦，表面燃起一层火焰。镇北王脑袋挨了一拳，身体宛如炮弹飞出，撞穿房舍，撞入废墟。而这个时候，出拳的音波和击中镇北王脑袋的砰声才后知后觉地响起。镇国剑飞旋着钉入远处坍塌的一处废墟。吉利之谷剧烈喘息，借机修补身上燃烧淡金火焰的伤口。煮酒和白裙女子也终于得到了珍贵的喘息时间。眼下的处境极为不利，继续争夺血丹的话，必然会有人陨落。可若是就此退去，镇北王吞食血丹后，必然会拎着镇国剑杀上门，夺取吉利之谷或煮酒的精血。他不会放过晋升二品的良机，进退两难。镇北王从废墟中起身，拍了拍身上的灰尘，冷笑一声。镇国剑有灵，非死物，只有我大奉皇室之人能使用，而等做困兽之斗，不过是拖延死期罢了。说罢，他伸出右手，像是要展现给众人看，大喝了一声，
剪来！激励之鼓，煮酒和白裙女子一阵头皮发麻，强如他们此刻也忍不住泛起无力感。这是一只五指修长的手握住剑柄将它拔了出来。镇北王看着空空荡荡的右手，愕然地扭头看向远处。镇北王冷峻的脸庞出现了罕见的惊怒和错愕以及茫然，他第一次见到有出皇室之外的人拔起镇国剑。遭受重创的青色巨人先是浑身紧绷如临大敌，而后发现镇国剑没有回到镇北王手里，他疑惑地转动脖子，带着茫然的目光看了过去。巫师和巨蟒双双罢手，前者暴退数里，目光始终在一个方向，在一个地方，镇国剑所在的地方。后者昂起头颅调整蛇躯，金色树眼忍不住眯了眯，似乎觉得一只眼睛看不清楚。莲花中央黑色人形充满恶意地盯着镇国剑以及握住他的人，唯独白裙女子神色复杂，痴痴地望着那道身影，神色似喜似悲。握住镇国剑的是一个穿着青衣、外貌平平无奇的男人，他拔出镇国剑，像是做了件微不足道的事儿。他的双眼紧盯着镇北王，嘴角缓缓裂开一个似狰狞、似愤怒、似悲痛的笑容。很好，这把剑我也能用。第605集，此人是何根脚？这个突然出现的男人似乎在楚州城潜伏许久，就等着这一刻去夺镇国剑。他穿着青色的袍子，乌黑的长发用一根粗劣的玉簪竖起，虽然有着一张平平无奇的脸，可他握着镇国剑，独自面对在场六位绝顶高手时，那冷静从容的姿态，那狂放不羁的眼神，让所有注视着他的人自然而然地认可了他的实力。这是一位可以与六位绝顶高手争锋的人物。该死，镇北王不但要炼制血丹，竟然还安排了这么多后手，召集如此数量的顶尖强者埋伏我和煮酒。青岩部首领脸色大变，噔噔噔地往后退开，然后探出手掌，掌心忽地腾起气旋，远处的城墙上一把把或破损的或完好的兵刃宛如游动的鱼群，朝着吉利之谷汇聚。嗤的一声，兵刃组成的钢铁鱼群在触及到气旋的刹那融化成亮红色的铁水，铁水不断凝聚，排出杂质，重新凝聚成一把常人无法使用门板那么大的巨剑。巨蟒煮酒游动蛇躯，撞倒一座座民舍，在城墙边缘支起身躯，忌惮地观察着青衣男子。大凤皇室还有一位高品武夫，是山海关战役之后晋升的高品。不可能，大凤皇室没有这样的人物。可你不是皇室中人的话，你怎么可能使用镇国剑？煮酒问出了众人的心声，他们把目光投向穿青衣的年轻人，但回应他们的是沉默。浑身充盈血气，头顶扶着虚幻战魂的巫师当场卜了一卦，而后他发现镇北王、吉利之谷、煮酒还有地宗道首都在看着自己。高品巫师张了张嘴，缓缓说道，占卜不出，他身上有屏蔽天机的法器。屏蔽天机的法器。众强者审视着青衣男子，充满忌惮，并对他的身份愈发好奇。
他身上有地书碎片的气息，他是地书碎片的主人。黑色莲花中央那道粘稠浓液的黑色人影突然感应到了熟悉的气息，石油般的液体推着他离开莲花，站在高空，充满恶意的眼神盯着许七安咆哮道：你是谁？你是谁？在场众高手一愣，有些愕然地宗到手的态度，听他所言似乎不认识此人，却又是认识的。高品巫师蹙眉：你认识他？此人是何根教？漆黑人形不离，带着堕落和恶意的目光锁定许七安，居高临下咆哮道：青莲在哪里？青莲在哪里？金莲，他不就是金莲吗？入魔后的金莲。高品巫师皱了皱眉：此人不但拿起镇国剑，似乎还和帝宗有莫大关系。看帝宗到手的态度，似乎是敌非友。吉利之谷和煮酒不了解帝宗的隐秘，只觉得这个不速之客的身份愈发神秘了。白裙女子专注地凝视着他，也对这件事儿产生了兴趣。他并不知道许七安和帝宗到手有什么牵扯。这时许七安缓缓说道：金莲曾恳求我助他清理门户，斩入魔到手，我并未拒绝，只说来日闲暇之时自会帮他。金莲欣然应诺。漆黑人形猛地暴退数十丈，恶狠狠地盯着他，像是择人而噬的猛兽，但是呢却又忌惮猎人的强大。黑莲是帝宗到手二品巅峰强者，此人竟如此轻描淡写地把清理门户四个字付之于口。朱九和吉利之谷心里一沉，强大如他们也不敢有丝毫松懈。不只是因为对方手握镇国剑，还是因为他本身的神秘和强大，让两位北方强者感到棘手。真不是说大话。看黑莲的态度，似乎金莲并没有彻底入魔。虽然不知道具体发生什么，但黑莲口中的那位金莲既然恳求了这位神秘强者，那说明他真有这样的实力。想到这里，高品巫师心里泛起了危机感。每一位擅长占卜的巫师在发现事情发展超出卦象所示后都会丧失安全感。激烈的战斗停止了，这边的动静引来了城内存活的江湖人士以及守城士兵的关注。楚州城作为一州主城，一个月来涌入其中的江湖人士数不胜数，尽管刚才的战斗中死了很大一部分，但依旧有小部分人存活着。楚州城面积广阔，他们看不见战斗现场，但可怕的冲击波忽然停止，归于平静，引来了不少存活者的猜测。打完了？谁赢了？是蛮族还是镇北王？肯定是镇北王，绝对是镇北王。如果镇北王输了，我们通通活不了。进去看看吧。你不要命了吗？哎，对了，楚州城这些百姓究竟是怎么回事啊？蛮族骑兵和妖族军队缠住了大凤军队，但战况不算激烈，因为城墙已破，各自的首领亲王在城中展开激烈争斗。他们已经没必要生死相向，更多的是相互牵制。即使是百战老族或凶狂的蛮子，也是爱惜生命的，不做无谓的牺牲。因此各方将士能抽空旁观城内动静。曲永修站在城墙上，有些不安地看着突兀出现的青衣人，分不清对方那身与魏渊风格极为相似的穿着，让他本能的忌惮。还是因为一位高品强者的插足会带来许多不稳定因素，大概两者皆有。
楚州城一定要化作废墟，城中幸存人也必须死，包括史丹。如此一来，我们才能掩盖屠城的真相。只要没证据，镇北王护着我，再加上我堂堂一等公爵的爵位，开国将领的子嗣，以及这些年镇守北境的功劳，即使是魏渊和王真文也不能拿我怎么样。希望一切都按照既定的计划走。此人到底是谁？为何能拿起镇国剑？王室还有这样的高人？不知道他态度如何。怀王室大放亲王，他晋升二品比什么都重要。此人既然拿得起镇国剑，说明是大奉阵营，想必也会欣喜镇北王的突破，给予支持。阙永兄念头闪烁，不断地分析利弊。第606集，我是来杀你的。另一边，杨艳跃上屋脊，眺望极远处的战场。以他的目力，相隔极远也能清晰看见场中变化，看见那个不知名的青衣男子握住了镇国剑。杨艳看着那道身影，眼神出现明显的恍惚。杨靖龙，发生何事？为何战斗停止？你看到了什么？屋脊下，大理寺丞扯着嗓子喊道。师团里的护卫士卒警惕四方，防止有妖族蛮子甚至镇北王的士兵杀来。杨艳收回目光，有一位神秘高手出现了，他握住了镇国剑。什么？两位御史、大理寺丞吃了一惊。镇国剑何时出现在楚州的？他不是一直在永贞山和庙里镇压祭祀吗？还有，神秘高手握住了镇国剑，怎么可能？当年袁景帝亲自把镇国剑交给镇北王，除了他当时已是战力无双的强者，还有一个原因，非皇室之人无法取得镇国剑的认同。镇国剑是大奉开国皇帝的佩剑，随他征战四方，一点点地凝聚起大奉气运，神剑是有灵的。那人是谁？大理寺丞颤声问道。杨艳摇了摇头，他让我想起了当年的魏公，山海关战役时的魏公。说完他陷入沉默，没有多做解释。刘御史问道，那位神秘高手是敌是友？不知道。杨艳摇头，而后补充，但既然拿得起镇国剑，或许是镇北王的后手之一。大理寺丞眼神一暗，刘御史咬牙切齿，所以屠城是早就谋划好的，就是为了退回王一马，让他晋升二品，为此可以出动镇国剑，可以牺牲38万百姓。38万人呢、啊、他们上有老下有小，是妻子，是丈夫，是子女，是老人，就这么死了，全被杀了，怎可如此？怎可如此？本官不甘呐！亲眼所见城中百姓被血祭的一幕，远比看到公文冲击力要强无数倍，几乎都成刘御史的心魔了。镇北王眯了眯眼，眼睛一转。你来得正好，打破了我们僵持的局面。北方妖蛮两族屡屡侵扰我大奉边关，烧杀劫掠，眼下是千载难逢的机会，杀了他们，大奉北境将永远太平。他先不管对方是谁，但既能得到镇国剑认可，便不可能是妖蛮两族的人。拉一拉仇恨，以大奉与妖蛮两族的旧怨说服这位神秘高手，与他联手先杀了吉利之谷和煮酒。至于屠城的事儿，等他想办法取回镇国剑再说。
听到镇北王的话，极力之谷喝煮酒如临大敌，把大部分心神转移到许清安这边，谨防他持着镇国剑杀来。我是来杀你的。青衣男子随后的一句话让在场的巅峰高手们一愣，露出了惊愕神色。镇北王脸上笑容缓缓收敛，锐利地盯着他。你说什么？许七安不搭理他，缓缓浮空凝于高空，而后他的眉心浮现一道漆黑的宛如火焰的符文，他的身躯开始膨胀，撑裂衣衫，裸露在外的皮肤是非人的漆黑之色，宛如玄铁锻造，充斥着爆炸性的力量。这一刻的许清安比地宗道手更邪恶，浑身燃起黑色魔焰，如神似魔。这到底是何方神圣？高品巫师脸色布满震惊。九州何时出了这样一位顶峰武夫？城墙上，城里，存活的江湖人士，缠斗中的蛮子，北境士兵，妖族，同一时间感受到这股邪恶的强大的力量，这让他们险些握不住兵刃，心里涌起逃跑的念头。镇北王，你该死！空中缭绕黑焰，如神似魔的许七安声音滚滚如惊雷，仿佛天神宣布的命令。镇北王，你为晋升二品一己之私，杀戮楚州城38万百姓，一条条人命在因你而死。北境百姓敬你爱你，把你奉若神明，认为是你守护了边关，让百姓免遭蛮族铁蹄，可你是怎么对他们的？你勾结巫神教，让他们变成行尸走肉，以巫神教秘法洗炼精血，耗时一月，此等暴行罪大恶极。镇北王，你对得起爱戴你的大奉百姓吗？对得起创业艰难的开国大帝吗？对得起过往先祖的英灵？对得起那30万条冤魂吗？你这个畜生！一声声喝问响彻云霄。许七安说这些话的时候，脑海里闪过一个个中箭倒地的百姓，闪过他们哭喊着求饶却被尖刀刺穿心脏，闪过热血的书生大声喝问遭残忍杀害后依旧死死盯着屠夫的目光，那目光绝望又悲愤，闪过把孩子护在身下却无法保护他，连同孩子和自己一起被捅穿时年轻母亲绝望痛苦的眼神，闪过正不正史的次子死亡前疼痛哭泣的脸，闪过郑兴怀嚎啕大哭的模样，一条条冤魂在嘶吼，在咆哮，在痛苦。许七安的三观在怨魂的哀嚎中摇摇欲坠，今日不杀镇北王，终究意难平。数万名北境士族骚动起来，怀疑自己听错了。他说镇北王屠城，他说楚州城的百姓是镇北王勾结巫神教做的。这不可能，楚州城的百姓之前还活得好好的，是蛮子和妖族攻城时才死的，分明是他们用了阴毒的法术杀光了城中的百姓。议论声在士兵之间响起回荡，有人破口大骂，有人茫然不解，有人激动地替镇北王解释无法接受这样的事实。受限于身份和见识，底层士兵根本不知道镇北王的谋划，更不知道炼制血丹的秘密。即使刚才亲眼目睹城中诡异的现象，但他们根本没这个见识去理解眼前那一幕。
当日屠城的士卒本就是高品巫师手底下的士兵，巫神教能操纵尸体和魂魄，能激发气血，自然也掌控着洗炼精血的手段。但前提是那些人必须已经死亡，活人是无法被巫师控制的。以控尸之法洗炼精血，既隐蔽又安全，这才没有被蛮族和妖族发现，纵使术士也被瞒天过海。因为巫师本就是有干扰天机和气术的能力，包括那些已经死去的百姓魂魄被封在体内，直到血丹炼成之时才知道自己已经死了。底层士族如何能理解此中玄奥？除了这些士族，存活着的江湖人士听着一声声喝问，呆若木鸡，而后涌起强烈的质疑，认为那个凶眼滔天的强者是在诋毁镇北王。镇北王戍守边关十几年，抵御蛮族保卫疆土，是大风武道最强者，他的功绩天下人看在眼里，突然蹦出一个神秘高手指责镇北王屠城，任谁都不会相信。满嘴胡言，真希望镇北王能斩了他。如果形势不妙，我等身为白丁匹夫也要为楚州出一份力，楚州人不怕死。可是那人拿着镇国剑啊，我听说能得镇国剑认可的只有皇室众人，他说的话不会是真的吧？第607集，镇国剑拒绝了怀王。骂得好，骂出老夫心声，秦王又如何？此等暴行与畜生何异？刘御史激动得浑身颤抖，唾沫飞溅。此人必是我大凤皇室隐藏的高手，他来替天行道，来讨伐镇北王了。直抒胸臆啊，如若牺牲百姓才能换来一位二品，那我大凤活该亡国。镇北王他错了，他大错特错。大理寺丞愤慨说道。文官们没有想到竟真有强者站出来痛斥镇北王，将他罪行揭露，并扬言要斩他。尽管不做好人很多年，可此时此刻，当这个神秘强者痛斥镇北王，他们心里泛起邪不胜正的喜悦。百姓可以死于战乱，死于蛮族和妖族之手，大不了杀回来便是。今日他屠我大凤一城，明日我大凤便灭他一部，这本就是敌国死仇，不死不休。陈捕头握紧拳头，咬牙切齿。可百姓不该死在镇北王手里，他们临死都认为镇北王是大凤顶梁柱，是守护他们的英雄，可这个英雄却向他们挥动屠刀，攫取他们的精血，只是为了自己能够晋升二品，何其可悲。那镇北王怎么下得了手啊？他就是个狗贼，就是个冷血无情的畜生。武夫自有血性，陈捕头已然全然不顾对方亲王身份，只觉得镇北王死有余辜。至于镇北王死后北境怎么办，哼，一个为了私欲可以献祭一座城池的亲王，他不死难道还要等着将来晋升一品献祭十座城吗？蛮族虽有烧杀掠夺，但杀的人反而没有镇北王多。山海关战役后，蛮族休养生息十余年，而后屡有侵略边关，也只是小规模的劫掠，没发生过大型战争。而镇北王呢，38万百姓，说杀就杀，说屠城就屠城，将来他要晋升一品怎么办呢？其他人同样明白这个道理，所以大理寺丞才悲痛中发狠地说道，希望此战蛮族胜出。镇北王面不改色，朗声说道，阁下是何人？何故血口喷人，污蔑本王？
阙永修脸色一变，骤然握紧了剑柄，此人是敌非友，竟是为了杀怀王而来。阙永修怒发冲冠，该死，该死，他该死！哪儿来的狗东西，为何要坏我大事，坏怀王大事？听到镇北王的话，阙永修心里一动，踏在女墙上喝道：众将士们，今日这一切都是妖蛮两族的阴谋，他们想害我们的镇北王。闻言，北境士族们恍然大悟，义愤填膺：妖族和蛮族不但要害镇北王，还想污他名声，可恨，恨不得杀光这群鼠辈。镇北王戍守边关多年未曾返京，是我等心目中的英雄，大家不要被那人蛊惑。镇北王不能死，他是大奉军神，大奉需要他，百姓需要他。我们是士族们激起了血气，大不了一死，也要用尸体为镇北王铺出逃生之路。这时高空中，许七安抛出手里的镇国剑，让他枪的一声刺入地面。镇北王，镇国剑有灵，他能辨中间识人心，你若是问心无愧，那就问问他选不选择你。许七安隐隐听见剑鸣，似在委屈控诉，控诉他抛弃自己。这一瞬间，远处的谩骂声忽然停了，站在城墙上的士兵居高临下，死死地盯着远处的镇北王，盯着镇国剑，不敢眨眼睛。在城下的士兵看不见，心急如焚，恨不得立刻插上翅膀飞到城墙上。这个时候，除了几处稀稀拉拉的战斗还在继续，大部分人都停止了拼杀。蛮子、妖族还有大奉士兵一边相互警惕拉开距离，一边分神关注。哼，镇国剑只认气运不认人，本王身为大奉亲王，名声还在，气运便还在，怎么可能无法使用镇国剑？镇北王嘴角一挑，朝着高祖皇帝的佩剑探出了手，气机牵引剑柄，就要把它拔出。眼见这一幕，煮酒和吉利之谷以及白裙女子脸色微变，本能的想要阻止，奈何方才一退再退，来不及了。嗡嗡的，突然铜剑绽放淡金色的光辉，竟震开了怀王的气机牵引，不让他碰。镇国剑拒绝了怀王。吉利之谷和浊酒相视一眼，隔空传音：此人身份不明，但来头大得超乎想象，不要疏忽大意，纵使他针对镇北王，多半也不会放过我们。镇北王死活不乱，争夺血丹才是我们此行的目的。莲花中央，漆黑人形惊疑地盯着许清安，此人福缘深厚不假，但并非大气运之人，怎么会让镇国剑对怀王弃如敝履呢？高品巫师悚然一惊：镇北王，他到底是什么人？你们皇室还隐藏着此等高手，是不是你们大奉皇室的某位先祖？许多年不曾有过脊背发寒的感觉，镇北王脸色铁青，沉声说道：从高祖皇帝到武宗皇帝，哪一位巅峰武夫能长生久世？他不是我皇室中人。说话间，他身形一闪，出现在镇国剑前，伸手欲拔，嗡的一声，淡金色的光芒瞬间炸开，气浪如海潮掀起，把镇北王推了出去。一道道剑气激射在三品武夫的体魄上，剑气密集的火星。镇国剑，这把镇压大奉气运的神兵，这把曾经随镇北王参与山海关战役斩杀敌酋无数的神兵，竟然因为镇北王的靠近而产生这般过激的反应。远处的城墙上哗然声四起，
此刻城墙上足有上万名士卒，他们远远地看着这一幕，看见镇国剑厌弃镇北王，抗拒他的碰触。众士卒心里仿佛有什么东西坍塌了。我看见了什么？我肯定是中幻术了。我看见镇国剑在抗拒镇北王。镇北王，他真的屠城了吗？这不是真的，这不是真的。第608集，人无道，天罚之。兵刃哐当坠落，许多士兵痛苦地抱住脑袋，嘴里喃喃自语。有人不相信自己看到的一切，疾言厉色地质问身边的战友，希望对方给出不一样的答案，却不料战友已经崩溃，信念坍塌了。镇国剑是大奉神兵开国大帝传下来的利器，在军武人士眼里，他的地位无比崇高。当年山海关战役，皇帝陛下举行祭祖大典，亲自取出镇国剑赐予镇北王。这一段历史至今还在军中流传，被津津乐道，成为镇北王众多光环中的一部分。正是如此，镇国剑拒绝镇北王的一幕给了士卒们难以承受的冲击。城墙之下的士卒看不到那么远，头顶响起哗然的瞬间，无数人抬头望去，然后他们听见的不是欢呼，而是崩溃的吼声，看到的也不是同胞的笑脸，而是一张张崩溃的脸。这事实很容易猜到，镇国剑做出了选择，而这个选择对他们来说是巨大的打击。这意味着高空中那位神秘强者说的都是真的，镇国剑厌弃了镇北王，因为他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他屠杀大奉百姓，他与镇国剑离心离德。人无道，天罚之，镇北王今日就是你的死期。徐七安俯冲而下，裹挟着无边无尽的怒火，拖曳着滔天的魔焰，咻的一声，镇国剑自动飞起，把自己交在徐七安的手中。他霸道嚣狂，他威风凛凛，他如神似魔。其实真实情况是，他只是一个配音演员。镇国剑爆发出刺目的金光，悍然地斩向了镇北王。这位大奉第一武夫脸色阴沉，毫不畏惧镇国剑的锋芒，手里长刀反撩，轰的一声，仿佛数以百枚的火炮爆炸，可怕的冲击波席卷一切，摧枯拉朽，把周围房屋坍塌的废墟都吹得一干二净。从城墙俯瞰的士兵清晰地看见一道圆形气波扩散，呈涟漪状散开，凡触及之物通通化作齑粉。这一幕只能用天灾来形容。镇北王手里的长刀化作齑粉，这是司天剑炼制的极品法器，削铁如泥，坚韧无比，纵使三品级的战斗也能发出锋利的特点，切割敌人。但在镇国剑之下，他脆弱不堪。赤红色的巨蟒抓住机会，额头数眼转动，迸射出一道乌光，比闪电还快，比念头还急，咻的一下打在镇北王的身上。镇北王身躯不可避免地出现僵硬，关节生涩，眼睁睁看着铜剑斩落。死！远处的巫师突然伸出手，对准许七安用力一握，咒杀术缭绕魔焰的不灭身躯如遭雷击，承受了一定的伤害，劈斩的动作也被打断。镇北王趁机出手，一瞬间打出上百拳，拳影密集，因为速度过快，上百拳只有一个声音，砰！许清安宛如一颗出膛的炮弹飞射出去，胸口略显凹陷，瞬息间恢复原样。
九条狐尾宛如遮天蔽日的屏障，在许七安身后的高空展开，为他挡住颓势。刚于高空中顿住身形，下方风声呼啸，一股宛如石油喷泉的黑色粘液冲起，带着腐蚀一切、污染一切的架势扑向许七安。轰轰轰的，青色巨人狂奔起来，骤然跃起，以苍蝇搏兔的姿势扑向黑色莲花，手中巨剑化作刺目的骄阳，奋力劈下。黑色莲花在佩莫能御的剑罡中崩溃，化作袅袅黑烟与远外重聚。楚州城的地面在这一剑之下崩裂开，绵延数里，深不见底的裂缝。我讨厌别人用拳头打我。这次是神书的声音。黑色魔躯背后长出12条不够真实的漆黑双臂，肌肉虬结，每一条手臂都握紧拳头，12只拳头同时落下，拳势快如残影，每一拳都会在大地上制造出数丈方圆的拳印。真北王快如闪电，时而冲锋，时而折转，凭借武者的本能直觉避开一个个拳头。双方在城中展开激烈混战，因为人数失衡，不再是一对一的交手，彼此之间更注重配合。各大体系的法术纵横交错，你来我往，打得整座楚州城几乎找不到完好之处。房舍化作废墟，废墟化作深坑，河流改道，池塘被填平。自山海关战役后，九州城平20载，还是第一次发生这个级别的混战。人类城池对于这些几乎站在巅峰的高手来说，一场战斗下来就夷为平地。这时吉利之谷趁着己方三人拖住对手，一个腾跃来到血丹前，从废墟中捡起这颗蕴含巨量生命精华的丹药。我大风百姓生命精华凝聚的血丹，你一个蛮子也配？许清安最先杀来，一剑斩在青色巨人手臂，斩出森森白骨，斩得青色巨人痛苦咆哮，赤中带蓝的鲜血如同喷泉，触目惊心。这一剑险些把3品5夫的手臂斩断，威力奇绝。可惜儒家圣人的刻刀远在京城，又被书院封印，否则我能打10个。许清安在心里惋惜。血丹冲天飞起，9条狐尾卷了过来，巨蟒则直接扑起，赤红身躯遮天蔽日，似是要把血丹一口吞下。镇北王、地宗到手分身、巫师相继出手争夺血丹，咔嚓咔嚓的，在多方角逐之下，血丹当场崩裂，被均分成7个小碎块，没有丝毫犹豫。煮酒和吉利之骨吞噬了血丹，两人身上的伤势尽数修复，气息节节攀升，体魄和气机竟更上一层。事已至此，巫师只有吞噬气血来维持自身状态，应对后续战斗。镇北王脸色阴沉，额头青筋一根根凸起，怒火欲喷。这本来是他的机缘，他辛苦谋划的一切，结果却被众人分去了一杯羹。这下子不仅丢了王妃，连血丹都没了，真正的赔了夫人又折兵。镇北王把血丹丢入嘴中，嚼碎吞下，咬得咀嚼肌凸起，仿佛吃的不是血丹，而是许七安。大师，这些都是我大奉子民的精血。许七安内心沟通神书，对吞服血丹产生本能的抗拒。我有一招秘术，可以燃烧不灭之躯，让力量短暂达到巅峰，但需要庞大精血作为燃料，帮你提早结束这场战斗。许七安心里一动，是你生前的巅峰。神书沉默片刻，
不是，但对付他们足够了。还有，我并没有死。许七安盯着手里的血丹，脑海里闪过一句话：屠龙的少年终将成魔。神叔见他默然，不再犹豫，吞下了血丹碎块。第600集，结盟达成。好强大的力量，不愧是激炼38万人而成的血丹。镇北王，不如你把炼制血丹的秘术告诉我，我们一起屠城，一起晋升二品，如何？吉利之谷舒展身姿，感受着庞大能量在体内化开，心情愉悦到达巅峰。煮酒口吐人言，揶揄道：唉，的确，我俩不会炼制这种血丹，无论吞噬生灵，顶多滋补，没有这样的效果。而你镇北王一个人偷偷摸摸屠一城可以，再多就要被监正给宰了。不如咱们三人联手炼制第二枚、第三枚血丹，如何？他边说着边扭动蛇躯，似乎体痒难耐要蜕皮了。高频巫师冷笑道：鹿死谁手还不知道。白裙女子看了眼许清安，咯咯笑着：本国主再陪你们玩玩。地宗到手不屑多言，血丹与他用处不大，他没有吞服，藏了起来。索性只是一具分身，他已提前获取了自己想要的。屠城的恶怎么都是赚的，不介意再陪他们打一场。吞食血丹后，各方气息暴涨，都是自信满满，自身超越了巅峰，连带着对镇国剑的畏惧也减轻了许多。镇北王撕裂甲胄，露出古铜色的体魄，淡淡说道：本王亦突破到此生为止的巅峰，既然血丹平分，你们的目的也达到了。煮酒，吉利之谷，不如联手先把这个家伙干掉。吉利之谷和煮酒立刻看向许清安，三只眼睛里流淌着深深的忌惮。镇北王这是祸水东引，把压力分担给他们，这可是阳谋。此人来历神秘，能驱使镇国剑，刚才的战斗中对他们同样抱着敌意。如果镇北王死在镇国剑下，可以想象此人的下一个目标必然是他们，而镇国剑的存在又对他们具备实质性的杀伤力，威胁巨大。反观镇北王，他已经被镇国剑厌弃，实力又不比他们强，威胁不大。煮酒和吉利之谷对视一眼，狞笑道：好。镇北王嘴角一挑，笑容森然：结盟达成。等杀了此人，夺回镇国剑，我再与镇北王联手斩杀诛九。不除掉这个隐患，镇北王极可能会死，诛九杀不成。内心一番权衡，高品巫师做出妥协。刹那间，镇北王、巫师、黑莲、诛九以及吉利之舞都将目光投向了许清安。五大高手形成默契，共杀此人。场上的变化让城墙上围观的士卒、密探以及军中高手猝不及防。士卒们目光复杂地看向孑然而立、手持镇国剑的神秘人。白裙女子没有插手，拔高身形，一副袖手旁观的姿态。她盈盈眼波凝视着许清安，似欣喜又似悲伤。神叔，
展现出你真正战力的冰山一角吧。常言道，战场瞬息万变，这句话恰好应在此处。任谁都没想到，前一刻还打生打死势如水火的蛮族和镇北王，竟在此刻突然结盟，把矛头对准手持镇国剑的神秘强者。对于五位巅峰高手同时望来的目光，许清安舔了舔嘴唇，露出了狰狞的嗜血的笑容。你似乎很兴奋，真以为有镇国剑就能以一敌五？看你的气息也是三品，正好血丹效果不够，那就用你的生命精华来弥补。三品高手的生命精华不比血丹差，更准确地说，镇北王炼制血丹是为了庞大的生命能量推动他冲击二品的关卡，本质是庞大的生命能量。30万百姓炼制的血丹是生命能量，三品高手的精血也是生命能量，只不过平时要杀一名三品太难太难了，远不如屠城容易。听到镇北王的话，煮酒喝吉利之谷舔了舔嘴唇，露出垂涎之色。围杀一名三品武夫，平时可没有这么好的机会。蛮族和妖族是盟友，两名三品，而北境呢，虽只有镇北王一位三品，但他占据主场优势，有护城法阵和重型杀伤法器，本身就是硬骨头。其次呢，镇北王肯定不会死守楚州城，他和煮酒拦不住一名只想逃跑的三品，而杀不死镇北王只会招来大凤的反噬，他们害怕那个魏渊再次挥军北上，所以双方偶有冲突，但没有这样的大规模战役。现在不同，现在是五名巅峰高手围杀一名三品，即使对方有镇国剑，顶多也就是烤肉上扎了一根针，吃起来有难度，但也只是有难度。在众人注视之下，许清安把镇国剑插在地上，抬起双手捧住脸，昂起头，发出嘶哑的笑声。压抑了这么久，终于可以尽情释放力量。五个三品的黄毛小子，勉强够本座吃一顿。然后他竖起一根指头宣布道，第一阶段。镇北王等人眉梢一挑，只觉得对方不是虚张声势，就是因为血丹带来的力量有些失去自知之明了。喂，大师，你也太飘了吧，虽然你生前可能很强，可你现在只是断臂加残魂呢。许清安也觉得神书状态有些不对，每次献出不灭之躯，神书就会变得怪怪的，性情大变，仿佛换了个人。虚张声势。巫师冷哼一声，展开手掌对准许清安。呆，他想说的是死。用咒杀术给予这个突然精神失常般的强者一记重击，但是死字说到一半，许清安突然食指抵住嘴唇，以一种浮夸的语气压低声音说道，嘘，三缄其口。刹那间，巫师只觉得嘴巴被无形的力量封住，不管他如何努力地张大嘴巴，就是无法发出声音。许清安随后消失，贴身近战输出，一轮刺目的光团爆发，外人根本看不清战斗细节，只能通过不断爆炸的雷声般的巨响里领悟到战斗的激烈。随后一道人影跌飞出去，激发气血后，这位巫神教的巫师肉身膨胀，原本比青色巨人吉利之骨还高大，但现在被打回了原形，胸膛凹陷，腹部一个透亮的剑孔，左手齐肩而断，断口平齐，是被一剑斩断。
高品巫师快飞暴退，过程中激发气血，以九品血灵的能力为自己修复伤口，重塑断臂。小心，他没有弱点，我找不到他的弱点。巫师沉声说道。第610集，太强大了。三品巫师叫做灵慧，可以看穿敌人的弱点，招式破绽，从而为自己规划出一套有效的攻击或反击计划。灵慧给人最大的特点就是游刃有余，像是高高在上的强者，不管你如何发狂攻击，他永远不慌不忙地化解。你是佛门中人？煮酒尖叫一声，本能的忌惮，数眼旋即迸射出仇恨的光芒。500年前，在一甲子里被灭国的南妖也好，如今人才凋敝的北方妖族也罢，都吃过佛门的苦头，都被佛门教育过。200年前的九州，能和佛门一较高下的只有大奉的儒家，而今儒家没落，佛门堪称九州第一大势力。佛门算什么？待我重聚肉身之日，便是佛门覆灭之时。许七安猖狂大笑，像极了无法无天的狂徒。一道金光突兀刷来，直直打中神书，却打中了残影。下一刻，出手偷袭的煮酒心里一灵，猛地回头，数眼爆射出金光。那里一道身影刚浮现，便被金光撕裂，原来只是一道幻影。噗的一声，浑身缭绕魔焰的许七安落在赤红巨蟒的背上，他把青铜剑刺入巨蟒背部，拖着他在这条赤红色的大路上狂奔。镇国剑切开了巨蟒的血肉，切断一节节颈椎骨，他身后开出一丛丛血色的花。煮酒凄厉咆哮，巨大的蛇身在城中翻转，横冲乱撞，在城头士兵们眼里，就如同一条发狂的蛇冲进了沙盘。这时，青色巨人极力之骨无声无息地出现在许七安身后，巨剑豁然劈下，许七安身后仿佛长着眼睛，回身方撩镇国剑，当当当的。门板式的精铁重剑在青色巨人手里像是玩具，两人在一瞬间对拼20余刀，重剑一寸寸缩短，蹦出一块块碎铁片。许七安腾身而起，按住青色巨人的脑袋，鱿鱼般的窜到他身后，咔嚓一声，青色巨人的正脸出现在后背，铜剑一闪，割开了皮肤外的角质甲胄，割开喉管，割开颈动脉，红中带青的鲜血如同喷泉，强大的压力下喷起数米高。镇北王突然头皮发麻，出于武者对危险本能的直觉，他猛地朝前腾跃，劈开了斩向头颅的一剑。也就在他站稳的刹那，神书如影随形，已杀至身后，镇国剑爆发炫赫的金光，仿佛要将虚空斩碎。镇北王眼里只剩炫赫的剑光，汗毛竖起，身体每一根神经都在向他传输危险信号，告诉他危险，危险，不避开会死。自山海关战役后，已经很多年没有遭受过致命的威胁，这一刻他的心反而平静了下来，念头前所未有的澄澈。有些人越是危险，就越能爆发潜力，天赋绝伦的镇北王恰好是后者。他表情波澜不惊，眼神平静如镜，他握住了拳头缓缓打出，却又快到极致，一股霸道无双的拳意激射而出，引起天地异变，高空云层旋转成漩涡状，大地轰隆隆颤抖，似乎无法承受如此霸道的意气。
众所周知，武夫之粗鄙古今少见，没有炫目的特效，没有花哨的技能，因此镇北王这一拳完全以自身气机引动天地异象，极其可怕。当的一声，拳头和剑刃碰撞在一起，天地间一声红钟大吕，直接震晕遥远处的士卒和蛮族骑兵。狂暴的能量化作纯粹的冲击波，两人为中心，方圆数里的地面轰然下沉。激励之谷高品巫师等人也不得不暂避锋芒，躲避这股可怕的冲击波。高压之下，镇北王轰出了他人生中最巅峰的一拳，他的拳头已经化作血泥，断裂的腕口不断流淌出鲜血。霸道是他坚持的武道，也是他凝练的意。有趣有趣，极少见到有人修霸道之意。许七安一手持剑，一手捂脸，神经质似的大笑，笑得让镇北王脊背发寒。缓缓后退的镇北王听见了身旁传来喘息声，他左右瞥了一眼，发现吉利之谷和高品巫师缓步靠近自己，似要汇合。而远处的地宗道手也慢慢地挪移方向，挪移到三位近身战强者的后方，他们不敢分散了。他没有弱点，近身战堪称无敌。巫师传音说道，他的肉身很古怪，非我等能比。青色巨人也给出自己直观的感受。镇北王传音，但他似乎没有意义。他的手还没恢复，血肉缓慢蠕动，消除淡金色的火焰。佛门中人禅武双修，肉身邪异可怕，太强了。佛门何时出了这样一位强者？他到底是谁呢？到此，五位强者不复刚才的自信。靠近城墙的房舍顶上，大理寺丞和两位御史站在屋脊，眯着眼眺望着远处的战场。他们只是凡人，根本看不清战斗细节，最多就是从轰隆隆的爆炸声中以及吹到近前来时化作狂风的气机波动，判断出此战的激烈程度。但好在身边有杨艳这样一位金罗，堂堂四品，平时还是很有威慑力的，如今做个望远镜也是个不错的人选。刘御史一边踮脚张望，一边问道，哎，杨金罗，战况如何了？大理寺丞紧接着追问，那位神秘高手如何能战五人？他可还好？杨艳心潮澎湃，太强大了，那位神秘高手太强了，面对五位三品围攻，仅凭一己之力压住了他们。好，好！大理寺丞激动得浑身颤抖。趁着大奉士族与蛮族停止交战，那些存活的江湖武夫纷纷地溜上城墙，各自挑了一处城墙俯瞰。太强大了，这就是巅峰高手的战斗。楚州州城可是一座拥有30多万人口的大城。普通人横穿这座城市得走整整一天，起码也要2个时辰。而今他们从城头俯瞰，只看见大片大片的废墟，只有临近城墙位置的房舍保持完好。这是因为城中的强者们不以破坏为目的，否则只怕连四面城墙都已经被拆。干他娘的！杀了镇北王和蛮子蛇妖，为楚州城的百姓报仇！一个年轻的江湖人怒骂道：放肆！镇北王乃亲王，你犯了大不敬之罪。远处一位黑袍密探闻声勃然大怒：老子说的有错！那年轻的江湖人有着北境人的火爆脾气，吊着眼睛毫不畏惧地与密探对骂：那镇北王为了一己之私屠了楚州城，狗屁的亲王，连镇国剑都厌弃他。对，杀了他们，老子这次要是能保住狗命，
一定把镇北王干的事宣传出去。第611集，这是怎么回事？周边的江湖人士同仇敌忾，纷纷叫骂，并按住了刀柄。江湖匹夫桀骜难驯，心里本就憋了无尽的怒火，他们按刀柄可不是震慑，而是真的会抽刀子玩命。密探见对方人多势众，且都不是弱手，便冷笑道：哼，尔等以为妖蛮联军攻城，内忧外患，非常时期便可以目无法纪诋毁亲王，我现在就让你知道，这楚州依旧是镇北王的楚州。说罢，他大手一挥，命令身手的数百士卒：给我拿下这几人，如有反抗，格杀勿论。没人动。黑袍密探豁然转身，面具下的眼睛恶狠狠地瞪着众士卒：你们想违抗军令吗？士兵们低下头去，依旧不动。老子虽是匹夫，但也知道读书人常说的一句话：得道多助，失道寡助。镇北王丧心病狂，早已人心尽失，你这镇北王的走狗还敢在这乱吠？十几名江湖人士果然抽出兵刃，一拥而上，把密探活活砍死。不远处的士卒依旧垂着头，什么都没看见，保持沉默。砍完人后，众江湖人士继续关注战场，俯瞰远方。其实他们完全可以借此逃离楚州城，远离是非之地，但没有人走，并非爱看热闹，而是想看到一个结果。为此，即便付出性命也在所不惜。匹夫以力反进，然匹夫胸腔热血未息。这时，帝宗道手传音：不夺走镇国剑的话，我们很难战胜他。吞噬血丹后，此人实力突飞猛进。黑莲道手的话引起煮酒、吉利之谷等人一致认同。五人保持着严阵以待的架势，暗中传音交流。镇北王万口血肉缓慢蠕动恢复，传音回应：你有什么办法？黑莲道手传音：我能利用阵法侵蚀镇国剑，让他暂时失去灵性，维持一刻钟，代价是这具分身消散。镇北王等人不经反喜，武夫只有暴力蛮干，遇到战力比自己强的同体系强者很容易被压制，但其他体系不同，手段诡谲多变。黑莲到手的一具分身换取对方失去镇国剑一刻钟，这是无比划算的买卖。远处的巨蟒煮酒传音：不行，以他肉身的可怕，即便没有镇国剑，我们也不可能在一刻钟里将他杀死或重创。没有镇国剑，他们有信心打败对方，但做不到在一刻钟里杀死。高平五夫太难杀了。镇北王略作沉吟：或许可以，只要我们的总体实力能够短暂达到二品。我单纯指二品的力量。三品晋升二品，当然不只是契机方面的提升，还是意义的蜕变。青色巨人嗤笑传音：哼，二品的力量你说有就有？镇北王淡淡说道：我有一张阵图，是监正早年作品，此阵叫做无双法相，它能把众人之力合二为一，凝成一具法相，有一无二，故名无双。阵图是很多年前他从监正那里求来的，理由是一旦北方妖蛮两族联手，他独木难支，需要强有力的自保手段。监正也觉得他说的有道理，于是赐了阵图，顺便清一清库存。打敌当前，五人很快达成共识。青色巨人吉利之谷率先行动，目标却不是许七安，而是对准某一段城墙猛地一射，嗡嗡的。
城墙上的士卒和蛮族骑兵手里的武器忽然脱手，自动飞向空中。呼的一声，钢铁铸造的炮架等重型武器也飞了起来，一股脑的往高处汇聚。这些铁器在空中融化成铁水，不断地排出杂质，浓缩成赤红色的铁水球。许七安持着镇国剑，嘴角翘起，桀骜地看着这一幕。大师，他们在憋大招，别逼逼，刚了他们。许七安心里一灵，与脑海沟通神书和尚。神书和尚直若罔闻，保持着主肩而立的姿势，像是信号不稳突然掉线了似的。这个状态下的神书太桀骜太嚣张了，我根本驾驭不住他。是什么让我产生了我能驾驭他的错觉？许清安在心里叹息。巫师抬起手，掌心对准许清安喝道：死！神书下意识地施展佛门法术，打断他的咒杀术，但这时镇北王杀到了，这位大奉第一高手气势如虹，权艺霸道无双。许七安施法被打断，抬剑刺出，砰的一声，他的胸口突然凹陷，咒杀术产生了巨大的杀伤效果，并打断他的剑势。镇北王顺势一拳轰在了许七安胸口，轰的一声，拳意透后背，炸起飞瀑般的气机。此时天空中铁水铸成一口亮红色的大钟，并迅速冷却，钟体呈现漆黑之色，巨钟朝着许七安轰然照下。过程中地宗道手化作黑色浊流卷住巨钟，钟体表面浮现一个个漆黑扭曲充满邪意和堕落的符文。顷刻间，这口现场炼制的巨钟融合地宗道手，变成一口散发邪意黑雾的法器，它象征着堕落，腐蚀世间一切。煮酒额头树眼亮起，骤然爆射出一道乌光，直直地打中许七安，打得他思维混乱，身躯僵直。剧中轰然照下，尘埃落定。见状，镇北王等人露出胜利在望的笑容。此中一落，奠定了他们胜利的基础。当的一声，突然，剧中表面出现一个手掌，一个向外凸起的手掌印。当当当当的。越来越多的手掌印凸起，这口象征堕落的法器形体扭曲，濒临破碎。众人脸色一变，镇北王不再犹豫，冲天而起，喝了一声：随我来！他凝立高空中，肌肉膨胀，一个个泛着白色微光的符文凸显，覆盖他身躯每一个角落，阵图就在他体内。青色巨人、煮酒、巫师纷纷腾空撞向镇北王，泛着微光的皱纹猛地扩散，同步覆盖他们。而后是几乎照亮整个楚州城的光团诞生，宛如一颗小太阳。几秒后，小太阳缓缓消散，一股强大到难以想象的气息诞生了。这股气息宛如天神降临，带着高位生物的威压，如渊如玉。一道十丈高的巨人浮空而立，他皮肤青中带赤，胸口关节等要害覆盖角质甲胄，手脚比例完美，肌肉线条有力，一具完美的躯体，为战斗而生的完美躯体。他的脸是镇北王，他脑后浮动着一道虚幻的黑影，那是巫师召唤来的战魂，有战力加成。城头大奉士卒、青岩部蛮子、妖族大军一个个战战兢兢，双腿不断颤抖，低着头不敢直视可怕的神灵。另一边，靠近城墙的屋脊上，大理寺丞和两名御史一屁股瘫坐在地，害得脸色煞白，瑟瑟发抖。杨艳看着他们，声音前所未有的凝重：
准备好出城，赶紧离开这里，不然我们都会被灭口。使团众人心头一沉，杨艳的意思很明白，那名扬言要惩罚镇北王的高手即将落败。这是怎么回事？突如其来的转变让几个文官无法理解。杨艳摇着头，我不清楚他们使了什么手段，但这股力量比那位神秘高手要强大太多太多了，他没有胜算的。走，赶紧走。他带着三名文官跃下屋脊，陈捕头和百夫长陈晓迅速行动起来，在前方开道。见这些武夫脸色紧张，焦急逃命的姿态，刘玉石等人心里再无侥幸，知道局面陷入糟糕处境，楚州城不可多留。第612集，你也是二品。砰的一声，剧中被狂暴无匹的力量撕碎，地宗道手分身湮灭，浑身缭绕魔焰的许七安顺利脱困，他手里的铜剑染上一层漆黑的墨色，再无半分灵性，暂时不能用了。许清安随手把铜剑丢弃，毫不眷顾，然后他昂着头望着天空中的十丈巨人咧嘴，别那么大做什么。那巨人低下头凝视着许清安，我已迫不及待想要吞噬你的精血，那一定很美味。镇北王，你屠了整座楚州城，可曾想过会有一日遭天谴？这一次是许七安的声音。镇北王冷笑不答，但下一刻他开口说话，响起极力之鼓的声音。镇北王，你堂堂三品武夫，敢做就要敢当，怎么还要把屠城的罪过甩到我们妖蛮身上？而后是煮酒的怪笑声。屠城便屠城了，有什么不敢承认？多大的事儿啊！不过是一些卑微的蝼蚁，在我们祖先统治九州的年代，人族的地位不比畜生高多少。想杀就杀，想吃就吃，能成为我们的血食，为我们提供生命精华，是这些蝼蚁的福气。镇北王，你不也是这么想的吗？不然做得出屠城的事？声线转为极力之鼓。镇北王，其实咱们没有区别，只不过我们更赤裸裸，而你们人族强者习惯了把自己蒙上一层叫做虚伪的面纱。今日之战后，你屠城的罪行必将传遍天下，还是想想如何善后吧。巨人再次开口，响起镇北王的声音，语气淡漠，坑杀所有氏族便是。他孤高桀骜，霸道冷酷，是文武双全的枭雄，这样的人不屑做口舌之争。朱九说的没错，屠城便屠城了，他并不在乎凡人的死活。今日之事本是设局猎杀吉利之谷和朱九，而今因为一个佛门神秘高手的出现被搅黄，甚至把他罪名公之于众。因为镇国建的厌弃，北境这些氏族已经对他抱有怀疑。聪明的人结合妖蛮两族的表现，巫神教高品巫师的出现等等细节，早就笃定他炼丹屠城。所以在镇北王眼里，楚州城内这些氏族已经被提前判处死刑。城头上一个百夫长痛苦的喃喃道，镇北王真的屠城了。一个蛮子大笑起来，笑得前俯后仰。
人族都是傻子。早在一个月以前，我蛮族密探就渗入楚州，寻找屠城之地。你们也不想想，今日我们妖蛮两族为何要攻城？楚州城有床弩火炮，有护城阵法，而我蛮族人口向来有限，珍惜得很。不是事出有因，我们攻城作甚？因为我们知道镇北王在楚州屠杀大量生命，炼制血丹，妄图晋升二品。这对我们妖蛮两族来说是灭顶之灾。蛮族猖狂的嘲笑与士族们惨白的脸色形成鲜明对比。其实这些守城的士族和幸存的江湖人士一样，他们可以逃跑，却没有，为什么呢？想等一个结果，不是等镇北王落败，而是等一个真相。镇北王在边境士族心里是神明般的存在，是军队的信念，是士族们崇拜的对象。他戍守边关，他修为盖世，他守护北境安稳。一直以来，士兵们说起镇北王都会抱拳并举到头顶，敬若神明。所以当许七安呵斥镇北王屠城没人相信，直到镇国建厌弃他，士族们有惊愕，有茫然，有痛苦，有不信。但只要镇北王不承认，他们愿意在心里保留一丝期待。可现在最后的侥幸也破灭了。许七安扬着头与空中巨人对视，缓缓说道：第二阶段。终于彻底唤醒力量了吗？大师，你的技能前置时间可真长啊，还是说越强大的武者复苏过程越缓慢？许七安在心里松了口气，一股爆裂的气息冲天而起，节节攀升，不是来自镇北王，而是浑身缭绕魔焰的许七安。他身躯开始膨胀，两丈、五丈、七丈、十丈，这个过程中他的肩胛位置鼓起一团团肉包，突然刺破皮肤伸展出来，那是12条漆黑的手臂，同时脑后浮现一道圆环，燃烧着漆黑魔焰的圆环。这尊巨人浑身漆黑，肌肉虬结，宛如黑铁铸造，背生12条手臂，脑后一道漆黑火焰的圆环，就像入魔的佛门法相。巨人气息磅礴，宛如战神，法相魔眼滔天，宛如魔神。你也是二品？镇北王神色严肃地盯着漆黑法相，他终于知道刚才第一阶段是什么意思，眼前这个第二阶段才是这个神秘强者最巅峰的力量，方才不是。二品？漆黑法相嗤笑一声：哼，贫僧当年一只手就能压得二品抬不起头来，不管任何体系。镇北王嘴里冷哼，余音未绝，人已闪现至漆黑法相身后，一拳重击后脑。这一拳打出了天塌般的可怕景象，漆黑法相脑后的魔焰光环直接崩碎，如黑铁铸造的身躯踉跄前奔。就这，魔焰光环重新凝聚，漆黑法相嘴角一挑：很多年不知道什么叫痛了，你还差点。镇北王，你屠戮楚州38万生灵，我便打你38万拳。只管来！镇北王傲然说道。第613集，杀了他！走，走，快走！陈捕头大吼着。
威严恐怖的气息弥漫在天地间，他有种窒息的感觉，仿佛下一秒心脏就会炸裂。神灵的战争岂是凡人能够围观？大理寺丞和刘玉石等人双腿已经走不动道，被杨艳拎在手里，使团一行朝着最近的城门跑去。临近城门后，他们发现士兵和蛮族还有妖族纷纷地逃向城墙，竟出奇的和谐，过程中没有相互厮杀。杨眼知道这是恐惧充斥着他们的内心。去东城门，东城门离得最近，战斗波及不到。杨眼做出决定，带着使团前往东城的城头，那里足够远，可以为他们提供可以安全的眺望场所。使团们仿佛登上城头，忽然听见极远处轰的一声，连忙扭头看去，只见镇北王被一拳打得踉跄后退，撞碎了身后的城墙，灰尘瞬间掀起，巨石滚滚。武夫的战斗朴实无华，但足够暴力。我们在观看神灵之间的决斗，这是大不敬。一位蛮族战战兢兢说道，漆黑法相齐跨在镇北王身上，12双拳头暴雨般落下，打得气机团团迸爆，打得尘埃扬起，地面塌陷。老子不管你是大奉亲王还是皇帝，你敢屠城，我就要杀你。密集的拳头打在镇北王胸口、脸庞、角质盔甲，宣泄着最原始的暴力。没有人可以依仗力量肆意杀戮，如果你觉得可以，那我今天就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角质盔甲崩裂，猩红的鲜血流淌一地，染红了半边城墙。这当然是许清安在说话。咔嚓一声，两条漆黑手臂被折断，镇北王一个头锤撞飞漆黑法相，缓缓起身。何其可笑，你与我生死相斗，是为了这满城蝼蚁？看来你并不知道什么叫做强者之心。尽管狼狈，镇北王的声音依旧霸道桀骜，充满自信。他缓缓吐纳，天空中白云受其牵引齐聚而来，呈现出漩涡状。随着镇北王吐息，破碎的角质修复，伤口愈合。另一边，漆黑法相两条断臂飞来，接在断口上，严丝合缝。他平静地说道，10000拳了。镇北王脸色阴沉，气息略有下滑，他抬起手，死。他的掌心沾染着鲜血，是漆黑法相的血。这一招咒杀术本该让漆黑法相遭受重创，但什么都没发生。因为漆黑法相身后的魔眼光环逆化成一颗漆黑舍利，绽放温和的浓郁的无光。佛门舍利和道门金丹一样，都有万劫不侵的功效。漆黑法相发起冲锋，踏步声宛如地震。镇北王微微沉腰，缓缓地握住拳头，随着五指合拢，空气发出沉闷的爆炸声。他抓爆了空气，力量之强可想而知。霸道的拳意再次出现，天空中漩涡状的云层豁然崩散，12双双臂骤然合一，融入许其安的右臂，同样一拳打出，针锋相对。两只拳头轰在一起，气波不是呈涟漪扩散，而是一瞬间横扫整个楚州城，如同台风过境，吹走废墟，吹走平地上的一切，方圆数里都被清空了，连废墟都不存在。镇北王的拳头一寸寸崩裂，炸出一块块血肉，他痛苦地咆哮起来，踉跄后退，
漆黑法相迈步跟进，十二双拳头持续出击，打在镇北王胸口和脸庞，打得他不停地跌腿，砰砰砰的。拳头密集，常人肉眼无法捕捉，打下一片片角质盔甲，修复又打碎，修复又打碎，砰砰砰砰的。可笑吗？为凡人薄命可笑吗？没有百姓，你做什么亲王？你是谁的亲王？接着砰砰砰砰，五万拳，十万拳，二十万拳，三十万拳。镇北王的身躯一次次崩裂，一次次修复。最开始他能反击，受的伤越来越多，渐渐的便没了招架之力。三十八万拳，拳臂，许七安十二双手臂探出，抓住镇北王的脑袋、手臂、腰腹、双腿，高高举起。这一刻，许七安目光扫过寂静的城头，扫过满目疮痍的城市，土城中的一幕幕再次浮现，耳边仿佛响起了三十八万条怨魂的痛哭声。什么是强者呀？是凡人如蝼蚁吗？他仿佛回到了白鹿书院，回到了亚圣殿，看见自己握着笔，在石碑写下歪歪扭扭的四句话：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杀了他！突然，城头传来咆哮声。一个年轻的江湖人站在凸起的女墙之上，用尽全力的嘶吼，脸色狰狞。杀了他！一个士卒忍不住喊道，旋即被身旁的黑袍密探充满杀机的盯了一眼。那士卒惊恐地低下头，黑袍密探刚要开口威胁，下一秒又有士卒厉声喝道：杀了他！这一下仿佛火星掉落在草原，掀起燎原之势，越来越多的士卒回应。恍惚间，许清安仿佛看见了三十八万条怨魂出现城头，出现在天空，出现在地面，他们默默地看着自己，所有心声汇聚成三个字：杀了他。十二双手臂同时发力，猛地一撕，他把镇北王撕得四分五裂，血雨瓢泼而下，漆黑法相浑身浴血，宛如地狱中归来的复仇者。614集，血债血偿。那尊十丈高的身躯四分五裂，他的头颅化作镇北王，躯干化作煮酒，双手化作高品巫师，双脚化作吉利之骨。四名高品强者没有一个完好，巨蟒煮酒断了一截尾巴，百丈长的尾巴。吉利之骨左半边身体撕得稀烂，肠子和脏器挂露在外。高品巫师头顶的战魂虚影直接幻灭，他的下半身不见了踪影，狰狞的伤口血肉蠕动，血光膨胀又收缩，宛如呼吸，试图修复伤势。镇北王身体保存完好，但体表布满瓷器般的裂纹，血流不止，他的气息衰弱到了极致。煮酒被吓破了胆，此人根本不是三品，分明是残缺的二品。他们四位不同体系的三品强者合体爆发出的气机已经触摸到二品的门槛，可依旧打不过他。这说明什么呢？对方完整状态下是货真价实的二品，所以他吞噬血丹后修复了部分伤势，弥补了残缺，这才爆发出如此可怕的力量。这和他们本质上是不同的，他们四人以数量弥补质量，可对方其实是真正的二品，是在这个可怕领域里的强者。
巨蟒疯狂地扭动残躯，扭出了这辈子的巅峰频率，朝着那面残缺的城墙游去。吉利之谷比他更早一步逃亡，太可怕了，这个神秘强者太可怕了。刚才有一刹那，吉利之谷从他身上感受到了和死去父亲一样的威压，那是二品强者的威压。赤红巨蟒扭动身躯，发出轰隆的巨响，蛮兽过境一般，只不过这条可怕的巨兽树眼充满了恐惧，一心只想逃走。青色巨人不顾狂奔中震落的内脏，朝另一个方向逃去。城头，青岩部的蛮子妖族大军吓破了胆，纷纷跃下城墙，仓皇逃窜。首领都败了，现在不走，迟了小命就没了。高品巫师双手捏诀，尖笑了一声，一道虚幻的黑影自冥冥虚空中降落，是一只巨大的禽类，展翼数十米。禽类战魂，他卷着高品巫师扶摇直上，朝东北方向飞去。同时，身为灵慧境的巫师，脑海里闪过一系列的应对措施。如果对方率先阻击自己，会从哪个角度出手呢？出拳时，攻击落在何处呢？等等。他为此制定了许多自保手段，务必让自己不被当场轰杀。当然，以灵慧境巫师的能力，他知道神秘高手追击自己的可能性不高，因为对方的目标是镇北王，必定优先对付镇北王，而后是吉利之谷，其次才是自己和煮酒二选一，他逃生的几率极大。漆黑法相一寸寸缩小，恢复等人身高，但十二双手臂和后脑的火焰光环仍在。镇北王，血债血偿！许清安一步跨出，握拳摆臂后拉，锤爆空气。镇北王的身躯四分五裂，一块块散落，鲜血溅了一地，肉块随后变成一团扭曲的蠕虫，散发恶臭。而他的身影出现在百丈之外，御空逃窜。替身骨，天骨部的保命手段，将骨养在体内，平日里吸取宿主的生机和气血，与宿主同化，生死关头可以替宿主挡灾。此骨只需求来骨种，植入体内便可，谁都可以用。镇北王身为大奉亲王，自保的手段还是有的。许七安怒吼，你逃不掉。神书和尚配合着追击，短暂夺回话语权，朗声说道，苦海无边，回头是岸。御空中的镇北王身躯一僵，脖子动了动，似乎想回头。刹那后，他摆脱了佛门戒律的影响，继续逃走。趁着对方凝滞的瞬间，许七安追赶到了他身后，十二双手同时轰出，打出空气爆炸的效果。关键时刻，镇北王身躯炸出一团血雾，潜力爆发，硬生生地推着他侧向挪移，避开了致命的拳头。回来！十二双手同时展开，气机锁定，猛地一拽，把镇北王抓了回来。十二双手握住了镇北王的头颅、手臂、双腿。这一刻，城头上一双双目光眺望着此处，望着命悬一线的镇北王，没有人说话，场面寂静的可怕。镇北王体内一股股精纯的气血溢出，十二双手臂就如同24个黑洞，疯狂地榨取他的生命精华。我虽然不知道你为何能用镇国剑，但你并非大夫皇室之人，楚州城38万百姓与你何干？感受到生命精华的流逝，这位大奉第一武夫终于露出了绝望之色。如果是监正要杀他，他可以理解，
朝堂文官们弹劾他也可以理解，可此人既不是大奉人士，自身亦非善类，魔眼滔天，竟为了整个楚州城的百姓要置他于死地，那我杀你又与你何干？哼，你心中没有正义，你崇尚弱肉强食的规则，那我今天就替38万生灵告诉你一件事儿。他顿了顿，表情不屑，其实你何尝不是蝼蚁？哦，镇北王发出绝望的咆哮，如猛兽死前的哀嚎。屠城是他最得意的谋划之一，炼血丹，长修为，同时请君入瓮，以镇国剑杀吉利之骨，喝煮酒。一旦成功，世上只会记得他的丰功伟绩，歌颂赞扬，谁会记得那38万条冤魂？一座城换2名外族3品高手，换大奉出1位2品，他们死得其所。可正是这个最得意的谋划，最终害了他。镇北王的吼声戛然而止，血肉萎缩干瘪，变成了一具干尸。许七安用力一撕，把他的脑袋和四肢撕了下来，随手丢弃。这一撕，撕碎的是一位亲王，一位巅峰武夫半个甲子的锦绣年华。塞北的风吹在身上，吹开了心里的阴霾，他只觉念头通达，问心无愧。李妙珍发现血徒3000里案，初时许七安只在心里觉得沉重，却没有太深刻的感受，毕竟是远在天边的事儿。随后他奉命前往楚州调查此案，他便决定要管。随着一步步揭开真相，意识到镇北王的暴行，那晚看见布政使郑兴怀的记忆，他便已打定主意，一定要破坏镇北王的谋划，阻止他，惩罚他，既为那38万无辜生命，也是为他自己的信念。若是忍气吞声，畏缩不前，这件事会成为他一辈子的心结。我管不了天下事儿，但我能管眼前事儿。城头上20000多名北境士卒，数百名江湖武夫，他们看见那道背生24臂的身影，收敛了凶狂气息，朝着下方的楚州城深深作揖。见到这一幕，刘御史忽然老泪纵横，跌坐在地嚎啕大哭。大理寺丞红着眼圈，认真严谨地整理衣冠，以读书人最真诚的姿态朝空中那人作揖。杨艳深深地看着远处，抱拳，陈捕头抱拳，百夫长陈霄抱拳，20000多士卒齐抱拳。他败亡死于城中的百姓，城头上20000多人拜他。第615集，他是一个可敬的人。镇北王死后，北境的势力就失衡了，我得再杀一个3品。许七安在心里沟通神书大师：亮柱向世界，我就要进入沉睡了，你想好杀谁了吗？神书和尚的声音透着无与伦比的疲惫。刚才若非吸收了镇北王的生命精华，神书这会儿已经陷入沉水。24臂法相的战力直达2品，而神书只是一条手臂，潜能压榨巨大，这个法相秘法不是他这条断臂能施展的。吉利之骨，许七安没有丝毫犹豫地做出选择。北方妖族大部分疆土与巫神教接壤，双方矛盾非常激烈，煮酒可以留着与巫神教纠缠，相互牵制。吉利之骨必须要死，蛮族对大奉北境荼毒最深。
做出选择后，神书和尚御空而去，循着气息追踪吉利之谷。云端之上大笑声响起，白衣术士笑得前俯后仰，笑得酣畅淋漓。镇北王死了，终于死了，死得好啊！白衣术士拍掌称快。这时银铃般的娇笑声传来，白裙女子踩着云彩扭动腰肢缓缓而来，烟视媚形。她容貌绝美，菱形小嘴红润诱人，透着光泽，一双勾人的狐媚子眼顾盼生辉，穷鼻挺俊，眉毛又长又直。这些精致的五官勾勒在一张尖翘的瓜子脸上，让人不自觉地想到红颜祸水四个字。剪纸细带勾勒出的丰腰，胸脯撑得鼓胀胀，身材比例极好，就算是最挑剔的男人也找不到他身上的瑕疵。白裙女子笑着问道，杀镇北王是你谋划中的一环，你想知道？白衣术士顿住笑容，淡淡地看着他。不如咱们换一换情报，你认识那人？白裙女子颔首，认识。他就是佛门使团要找的那个魔僧。他是一个可敬的人。你和他是什么关系？白裙女子促狭笑道，哼，你猜。白衣术士不答，气定神闲，他叹了口气轻声说道，唉，我很尊敬他。说完，白裙女子看着术士，嗓音软糯，该你了。白衣术士负手而立，俯瞰万里河山，语气里透着一切尽在掌控的自信，缓缓说道，我只告诉你两件事，一，是我蛊惑远景帝修仙；二，镇北王一死，监正再难挡住滚滚大事。至于其中缘由和细节，我就不说了。这时，两人同把目光投向远处，一道人影御剑而来，对两人视而不见。这一代的天宗圣女资质不错，有望三品。甚至冲击二品。白裙女子点评道，并未掩饰自己的声音。白衣术士呵呵笑着，于我等而言，未来两年内最值得期待的盛世就是天人之争。等许七安的身影消失在视线里，城头慢慢地响起一些声音，这些声音最后汇聚成河流，变得嘈杂混乱。镇北王死了，楚州城化作废墟，北境群龙无首，存活下来的两万多士卒陷入巨大的迷茫里。杨艳注意到了士兵的异常，气沉丹田喝道，众将士听令，本官乃金罗杨艳，本次使团主办官，如今镇北王已死，本官接受楚州城一切军政要务，速下城头，在城外聚集。士卒们顿时有了主心骨，井然有序地离开残破的墙头，群聚在城外的空地上。杨艳少年时代追随在魏渊身边，参加过山海关战役，领军的经验还在，很快就安抚好将士，维持住了秩序。恰好此时李妙真御剑而来，停在楚州城上空。此时天色已经清明，再过几刻钟天就彻底暗下来。他俯瞰着化作废墟满目疮痍的楚州城，心说还是来晚了。楚州城已破，看这架势，刚刚城中发生过高频武夫的战斗。李妙真粗略地扫了一眼废墟，而后转头望向城外聚集的军队。这不合理啊，有过丰富军旅生涯的白马银枪小女将一下子判断出情况不对劲，
按理说，这般激烈的战斗必定厮杀惨烈，不可能有这么多的士兵存活。杨金罗，楚州城发生何事？镇北王人呢？李妙真驾驭飞剑悬在杨艳等人不远处的低空，杨艳早就看到他了，两人在云州剿匪时有过交集，勉强算有交情，只是面瘫武痴，性格古板，即使见到熟人顶多是目光交接时微微颔首，不会刻意出声招呼。闻言，大理寺丞等人表情古怪起来。杨艳解释道，镇北王屠城被杀了。李妙真脸色僵硬，怔怔地看着他。杨艳点了点头，表示事情就是这样的。你这算什么解释？你这是在吊人胃口吧？要不是知道你性格本就如此，我现在就撩袖子揍你了。哦，我打不过四品巅峰的武夫，那没事。李妙真在心里嘀咕。大理寺丞咳嗽了一声，补充道黄昏时，北方妖蛮两族大军联手攻城，青岩部首领吉利之谷，妖族首领煮酒，为争夺血丹而来。而血丹是镇北王屠了楚州城38万人口炼制而成。镇北王为一己之私杀戮，竟将整座城屠戮一口。说到这里，大理寺丞露出沉痛之色，然后他看见李妙真一脸淡定，没有一丝一毫的震惊。大理寺丞有些生气，你看起来不以为意。我早就知道了，但后面的事情不知道，你继续说。好。大理寺丞清了清嗓子，把发生在城中的战斗、参战的高手数量等细节详细告诉了李妙真，英姿飒爽。做女军人打扮的天宗圣女整个人愣在那里。镇北王屠城他是知道的，巫神教高品巫师参与也不能让他惊讶，毕竟许七安已经分析过了，镇北王背后还有其他体系的高品相助，现在只觉得果然如此。但李妙真万万没想到，这一战里竟然还有入魔的地宗道首镇国剑、神秘女子以及那位横扫全场的高手的参与。难道不是镇北王为了一己私欲屠城，然后引来了妖蛮两族的反扑吗？为什么还有这些高手参与？关系也太错综复杂了吧。我需要冷静下来分析一波。不，我需要的是许千安啊。李妙真有些惭愧的心想，李道长是如何知道镇北王屠城？读书人心思细腻，刘御史拱手问道。经他提醒，李妙真柳眉倒竖，踩着飞剑升空，在两万士卒中盘绕，喝道：杨金罗，立即擒拿都指挥使护国公阙永修。镇北王是屠城的罪魁祸首，他则是镇北王的屠刀，当日正是此人率军屠城。什么？不只是杨艳，大理寺丞等人脸色一变，来不及多问细节，当即配合李妙真搜寻阙永修，但找遍军队，找遍城池废墟，没有找到阙永修，他已经逃了。或许是趁着蛮族溃散时一起溜了，或许是目睹镇北王身亡后悄悄潜逃。当时所有人的注意力都在战场，在不知道阙永修犯下不可饶恕罪行的情况下，又有谁会过多的关注他呢？不仅是他，镇北王的密探也早已暗中潜逃，众人又气又怒，却又无可奈何。